我是司徒墨，南方大学会计系大四。我的房东啊，真的很奇怪，家里的摆设跟装修像样板间一样，冰冷冷的，没点人味。怎么回事啊？徐阿姨的孩子是个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这位就是顾文英，物理系的第一名啊！我明天再搬走好吗？先把螺丝口扔到楼下。我的牙刷。肠胃炎能吃西瓜吗？我可以。苏墨，你们俩不是男女朋友？不是。智商187的我，不准笑。在遇到了苏墨以后，智商好像只剩下了87。我以为你要找我呢，唯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我喜欢你。小顾同学，我有多幸运，能遇见这么好的你。帽子怎么了？